代币了耶。目标就是把这个塔弄倒，所以这个塔好像是那个1200币的代币的塔。先让我讲解一下游戏规则哦。我们这里有金币法师，就是我们的代币。所以现在金币法师的那个 bonus 是100。红色的就是让我们引到这边的 Sky Tower， 就是可以引到大奖的钻石。所以现在已经有3颗钻石了，我们需要多2颗就可以引到这个大奖。然后蓝色的就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彩票，彩票精灵的是500。所以那个塔掉之后要进这个洞里，这个洞的范围才会有彩票，这里这两个范围都是没彩票的。所以这样子的机台我们要怎么玩呢？狂喷。对。做一个给人家看，人家都留言说放看你放代币很爽。现在我们放了200枚代币来狂喷，给我们开始哦，狂喷！哎，我们中了什么 ？Coin bonus， 它发生什么事？它要掉了耶！要掉了！那个塔要掉了！哪里可能？真的，它在推。因为刚才他好像也给你100枚代币，要掉了！我觉得要掉了，要掉了！哎，怎么会掉了？他跑到他旁边去。所以刚才那个塔赢到了3100多张彩票。所以现在我们只剩多一步，就到那个就可以建多一个塔。哇，现在代币掉很快哎！中了这个500张彩票，他也会给很多代币。我觉得这个风会往旁边倒哎。哦，中了！好像要按，你要中这个，你要中中间这个，他才会给你那个转那个轮盘的机会。啊？没有一颗中哎，有，你中2个。我要帮你放代币，你就是要把它放中进这里。放在什么？你不用看那些。没了，只有25次啊。哇，他这样子转哦。中了什么？哎，钻石哎，这么简单哦。可是我不要那钻石啊。钻石卡。哦，有24次，他有的转24次。36张彩票。不是彩票，是那个塔，所以现在他会加多，这个塔会加，你看，有这个塔来建啊。哦，他是这样子建的。对。用机器建的啦，因为人建到几十啊。我们又中了钻石，所以中到上面1790张彩票，还有21次来旋转。6枚6枚的，我们又中了那个彩票了，感觉比之前的还高，我们要等它建完吧。我们有多一个新的塔了。哇，这个塔比刚才的塔还高。我们要先把这个小的塔推倒先吧。它的后面还一直在喷代币耶。对啊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都还没完，他就先把它推倒嘞。它已经向前蛮多了。奇怪，他后面还在喷那个代币耶，他要掉了！快点，你要喷！还好，他已经推到前面要掉了，我不会再发生什么事。好，没了。所以现在我们的目标就是把这个塔推倒。哦，
他往后倒，跟那个塔往后倒，因为他跑到旁边去，原来那个塔也会往后倒了，其实要从中间蛮难的，我觉得我们的塔要倒了，可是刚才的那些都是往旁边跑了。哦，其实它那个掉下来的感觉好像那个海浪这样耶。哎，我中了什么？中了。金币法师。所以现在给它喷完了，它好像喷100枚代币哦。还没掉耶。我帮他一点，有了，是太重了，他都没在动。他没在动。哎，我们只哦，谢塔了。你快点，你快，你问，我帮你放哦。我放不够快耶。我怕那个，我怕那个塔会掉耶。这是22次而已。那我们这个飞车好像比这个还高耶。其实这个新的塔已经比这个还高了耶。等一下它会喷很多呆币出来把这个推起来，就我们觉得这个前面这个会倒。应该要倒了吧。它太重了。就是说它应该太重了吧，有它在一点一点的慢慢在动，它后面那个塔会怎样？哦，有可能人家两个塔都倒怎么办？哎，没有在动哎。喷吧喷吧，哎，你又要建塔了，他一步要建那个塔了，又建塔，哇，那个500张彩票的，这次有27次，哎，虽然我们有3个很高的塔，哎，会掉吗？你觉得？要掉了，他刚已经倒下来了。看他倒了，刚才我看到他倒。有，他在追，他刚才往前倒，应该这个吧。两个一起在动，对啊，所以现在其实那个游戏我们也是玩了七七八八，就是先把这两个塔弄倒啊，看那个塔倒很爽而已，就这样。要不然喷完这200多枚就不要了。可是这两个，我们后面这个塔是最高的嘞。之后两个都太重了，他往旁边走了耶。哦，中了500张彩票，你又上了一步耶。哦，你中了什么？你中了那个金币法师，所以现在有100枚代币。哦，要掉了，还有往前动。
喷有点太快了，继续喷，继续喷，不用紧。哦，又中那个金币法师，也要掉了，要掉了。他自己被叫代币啊！哦，掉了掉了！要见他吗？见了。哦，见到了。要见吧？见啦见啦，我觉得见才会。然后那个塔越建越高，我们就走不掉了。所以这次是29次建塔又开始，这个要转29次啦。所以我们又中到了那个超级大奖，1860张彩票。所以现在我们要赢这个塔啦，这个后面那个塔我们就放弃了，因为前面这个塔感觉太重了，哎，它都还没到洞口旁边。我希望两个塔一起垮下来。它太重了，太重了。我们要进塔了，哎。不要拍了，不要拍了，我拍一点而已。他把那个塔推到旁边去耶。我这样玩是很没有技术性的。太重了，推不倒。哎呦，在动。他们要往旁边动，他往旁边走哎。他再往旁边走，因为中间那个太重了。又进塔了哎。太重了，你要多一步又要进塔哦。后面的都推上来。进塔，不进塔呀，不用丢了，不用丢了，随便丢一粒就可以了。哇，好难掉哦，太重了。没太重哎，说我们有难了。推到旁边去哎，两叠了。现在两叠一起掉哎，要掉了，要掉了。啊，还没掉，你不要喊机。两叠一起掉。500张彩票。应该是应该会掉吧？多一次，多一次。没有代币啊，哎。谁掉了呢？投币。谁掉了？好吧，就这样了，今天。这一条掉。这个算了，就在旁边了，这个。有9800多张彩票要出来，要等彩票出完再去算，今天赢了多少张。所以今天我们总共赢了38736张彩票。下一周见吧，拜拜。